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众兄弟姐妹们来到纽约丰收灵粮堂，来参加第五届美东灵粮特会。我们是新泽西丰收灵粮堂的敬拜团，我们在这里衷心的祝大家。我们在这里衷心的，祝愿大家能在这三天的美东灵粮特会中能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愿神的话语扎根到我们每个人心中，让我们的圣灵得以充满，继续的走在他为我们指引的真理之路上。我在这里邀请大家起立，请跟你的隔壁左右讲：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接下来我们以一首就是这么简单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希望我们的神能够透过他的这个歌将他的爱传递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继续在神的恩膏之中，能够继续的走在真理之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在耶和华的新施恩典中，新施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新施恩典中，新施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新施恩典中，新施恩典中。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语我必遵行，每一步有主一生跟主向前行，我心在耶和华的新施恩典中，新施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新施恩典中，新施恩典中。神领我进入美丽，有山有心，每一步有主的带领，我一生跟主向前行，我心在耶和华的新生
耶和华的新恩典中，新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新恩典中，新恩典中。活水江河从上流下，无论流到何处都带来更新。经过山谷又经过平原，那有流的江河如今流到此地。生活水江河是我上下跳舞，生活水江河是我心事人，生活水江河是我头满欢笑，我心欢喜，因为江河引导神的江。是丰盛生命，但被触摸的人都得着福气。那些徘徊在岸边的人，他们必要回转头奔波的路。生活水江河，是我双脚跳舞。生活水江河，是我心喜乐。生活水江河，是我头满欢笑，我心欢喜，因为江河引导我心渴望。进入我主的荣耀同在，沿着岸边我快跑跟随，来欢乐的跳舞要是在我主。生活水江河是我双脚跳舞，生活水江河是我心喜乐，生活水江河是我口满欢笑，我心欢喜，因为江河引导。生活水江河是我双脚跳舞，生活水江河是我心喜乐，生活水江河是我充满欢笑，我心欢喜，因为江河引导我心欢喜，因为江河引导我心欢喜，因为江河引导。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今天带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聚会。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时候，就求我们的主耶稣，主啊，将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心灵诚实安静地敬拜他。我的灵赞美你，我的灵赞美你，灵魂和我赞美你的生命，向你一直开口，灵魂我赞美你的生命，我的灵赞美你，我的灵赞美你，灵魂我赞美你的生命，太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我心赞叹歌唱你荣耀，为过去忧愁也不管接下来如何，在黄昏时我仍要赞美神。我的灵赞美你，我的灵赞美你，灵魂和我赞美你的生命，向你一直开口，灵魂我
看见天开了，
感谢你同在，伸出你的手触摸我们，一直真理感谢你同在，纪念你百姓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看到在这个新的季节里，你新的恩膏要降临到此地。我们今天晚上要看到我们属灵的天打开了，我们要看到你厚厚的恩膏降下来，我们要看到祝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要看到每一个人都在这三天的盛会当中，他们得着满满你所赐下的丰盛。阿爸天父，愿你这样来祝福，祝福这样一个大会，祝福这样这些讲员牧者们的辛劳，祝福这些同工们的辛劳，祝福弟兄姐妹们来往奔波的辛劳。你就把那满满的恩膏，满满的祝福，就在今天晚上开始，你就临到这地，你就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伸手就摸到你的祝福，伸手就摸到你。我们听闻有你，但是我们要看见你。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看见你，这三天我们要看见你，我们要跟你同在，我们要得享你那满满的丰盛。阿爸天父，愿你祝福，祝福第五届美东灵粮特会，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特会当中都有你满满的祝福，都在你的怀抱当中能够得到满满的安慰。阿爸天父，愿你的旨意行在这里，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真的是打开天窗，降下那祝福，显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都能够领受，让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